喂，大家好，我是 PTS 的肥店长。在介绍之前的话，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，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和 follow 我们的 IG 啦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在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、IG、Facebook 那里 PM 我们去问的。那好啦，首先就介绍 High Speed Gear 的 Battle Bell Bridge 这个 product 啦。其实这个 product 怎样用呢？其实它本身在背脊后面呢就有一个 Molly 位的位置的，还有它 前面这个位置呢就会有两个扣，其实只要它扣回去那条 Battle Bell 或者 Super Good Bell 上面呢，就可以使用到了。其实这条带有什么好处呢？其实方便回用家啦，在个扣的前面可以额外加一些不同的 pouch 或者其他的袋仔，做一个 extension 的效果。在这个 bridge 上面，其实它本身呢有一个 Molly 的扣，还有 前面这个位置都会有个扣，有两个扣的。它是用来呢就等用家可以直接将这两个扣就扣回去 Molly 的位置那里，然后就可以做到一个这样的效果的了。而这个效果的话呢，就可以方便大家就可以加一些不同的袋仔或者的 pouch 在上面。第二件的產品就是 Pistol 和 Rifle 的 Ram。 其實這一件的產品用來怎樣用呢？就是如果你有些朋友仔穿腰封的，如果它上面都有穿件 Vest 的話，你當你掹彈鴨的時候就會卡住了，很容易會掹不到出來。只要加了這件東西之後，它壓開了45度角，令到你掹和插回去的時候會變得更加暢順的。第三件的產品就是 High Speed Gear 的回收袋了， Matlab。其實它這個設計就是用呈現了一個網狀的設計來的。其實它如果當有些朋友仔放了一些蛋糕進去的時候，如果隻蛋糕是有些污糟的話，可以一路走一路的時候就扔一些沙石出來了。還有第二件事就是它開口位置，它是有一條膠帶在裡面的。其實它這個好處是有些什麼呢？就是當我放了一隻蛋糕進去，就可以呈現到一個自動閉合的效果，在走動的時候就沒那麼容易跌回去出來了。其實在這一款的 Dumb Pouch 裡面就分別有兩個版本的，第一個是 Molly 的版本，第二個是 Bellman 的版本。所以在選購的時候，大家因應自己的需要去做一個選擇。好，第四樣東西就是 High Speed Gear 的 Gas Mask Pouch Version 2。 這個 Pouch 的話是專門用來放 Gas Mask 用的，它背後其實它設計就可以讓你掛一條腰帶上面，然後再綁在腳那裡的，令到當你要緊急使用的時候，只要開了個掣，你就可以拿到你的 mask 了。其實這個袋它有第二個用法的，就是可以當作一個普通的質袋去使用，因為它本身都已經跟了一條質帶，方便就大家去背下去街啊，或者例如你打 game 的時候，你只是需要拿一些 BB 彈或者個 gas 的時候，你都可以當作一個質袋去擺翻你所需要的配件啦。咁好啦，到最後嗰一樣嘢啦，就係我前面依個四四方方一個盒仔啦。咁其實依個咧就係 High Speed Gear 自己推出嘅一個槍袋嚟嘅。咁而依個槍袋嘅最大特色咧，就係佢本身上面依個位置多到有四個格仔，可以俾你擺翻相對應嘅工具。咁然之後佢下邊嗰個位置就用咗一個全魔術鐵嘅設計啦。咁可以俾你黐翻，例如你個 host 綁住把槍嘅一個固定器啦，或者一個彈夾嘅，咁就好似而家我哋 display 依個咁樣嘅做法啦。好，今日嘅介紹係咁多啦。咁如果中意呢條片咧，就歡迎喺下面留言翻或者撳個 like 啦。咁如果你有其他 High Speed Gear 嘅問題都想問翻我哋嘅，就可以 PM 我哋去問翻嘅。快啲上去 Steel Shop Online 度選購啦！